醉中中，今日喜作神仙庙，人间天上人遨游，人间天上人遨游。去找钱，你们听着，要是找不到这门钱，你们都不要吃饭，听见没有？哎，真是，哎呀，这刚丢了一文钱还没有找到，这点上蜡烛又要耗一分钱，你们这不是丢了两文钱了吗？哎呀，这不点蜡烛眼睛看不见怎么找？哎，看不见用手摸嘛。你们小姐，来人都催了好多遍了，我还得去前厅给老爷找钱去呢。仔细摸呀，要仔细摸。就是蜡烛也不让点。哎呀，找到钱哪好啊？蜡烛也不让点。快点，快点，快点！找上哪去找？哎呀，你往那边找，往那边找。哎，好嘞。哎，仔细点摸啊。哦。哎呀，我摸这边，你摸这边啊。快点，快点，快点找啊！找到了。找到了，快给我，快给我，快给我！不对，我丢的那文钱有九成新，哼，你们想骗我呀？快找，那快找嘛！哎呦！哎，老爷！找到了，找到了，我的小命啊，找到了。
笑笑那个铜钱，一翻那个眼，世上寻人不爱钱，有钱那个能使鬼推磨，不钱鬼也不沾边，钱能比是英雄汉，罗浮有仙胆也甜，先去那个何须挑油煎呐，就看他有钱无有钱，就看他有钱呐、无有钱。鸭子呀嚯嘿，鸭子嘿嚯呀，就看他有钱坏心眼，有眼无珠是瞎眼，是瞎眼。是瞎眼。嗯，你说是瞎眼了，钻进钱眼就瞎眼。你看我怎么打你！你站住！妈呀！我老子打你儿子了！妈呀！我老子打你儿子了！老爷，你这是干什么？他打你儿子了！胆儿莫狂！他打我！胆儿虽傻，可心眼不坏，好歹他也是咱钱家的一点骨血呀！你怎么就下得去手呢？胆儿莫哭啊！胆儿莫哭啊！他竟敢说我的不是，我哦，胆儿莫哭，胆儿莫哭啊！哎，胆儿啊，去找你妹妹一块玩啊！找过了，妹妹不在书房。哦，这死丫头，又是跑出门了。我说过吧。女大不可留啊！嘿，你，这不都怪你？东家说媒不允，西家提亲不嫁啊，说是要看看门户，还要看看钱财。女儿是我许多学的铜钱养大的，我不能白白的就你。心多彷徨。
是谁在吟唱我填写的词呢？啊，船工，快靠岸。哎，小姐，可知道男女授受不亲？是啊，小生吹箫抒怀，不想有人唱和，故而循声而来，多有冒犯啊，苏文龙赔礼了。苏文龙，什么抒怀不抒怀？我看是你使坏你，公子。你就是名冠江南的才子苏文龙啊，小姐，刚才吟唱之词正是小生的浅陋之作。读公子的《山水吟》，文采斑斓而又含英隐秀，原以为出自儒雅可敬的长者之手。为什么要出自长者之手呢？花拳绣腿的福伯少年，岂能做得出来？哎呦呦，人家明明是二十挂零的模样，你怎么说他？哎，你怎么又在看我家小姐？哎，这位姐姐，只许你用眼睛瞪着我，不许我看你家小姐一眼吗？你，哼！小姐，这个酸菜心术不正，咱们赶快走吧。咱们走吧。快走吧。哎呀，怎么了？我的鞋掉了。如墨苏文龙。
就灵犀点头。不如桥边来坐等，今日有缘再相逢。我的纸扇呢？纸扇不是在小姐手里吗？好像是你拿的。不对，刚才我在桥上还看你手中拿着纸扇。肯定啊，是丢在这一路上了。可能。哎，那得赶紧去找，不能让那酸菜给拾去了。对，去找。哎，赶快去找。王妈妈，这个媒可不大好做呀。我早就知道你们家员外是个钻进前眼就出不来的人。王妈妈，要是我们家员外夫人问起张公子的相貌人品，你可千万别说漏了嘴呀。笑话，我们当媒婆的上靠一张嘴，下靠一双腿，怎么能说漏嘴呢？不过到时候你可得多敲敲边鼓，帮帮腔啊。哎，行。不过这事成之后，你可不能忘了我呀。你放心，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名字倒过来念的人。名字倒过来念？你叫什么名字啊？千玺啊。那倒过来念呢？喜钱。小姐的香扇怎么落在你的手上？我可是在路边捡的呀。就算是你捡的，现在也该还回来了。哼，小姐，这下可不能再弄丢了。我不要了，这是贵重之物，怎么能不要了呢？哎，你看，他把扇子弄坏了。哎，你把扇子弄脏了，你得赔。我赔小姐一礼。哎，小姐，她赔你一大礼。不行，你把香扇被人弄脏了，就赔个礼，那就行了吗？哎，我说苏公子啊，你也太小气了。弄脏了我们小姐的扇子，就赔轻飘飘一句话呀。那好，我赔文银一两。哎，小姐，他赔你文银一两。哎，这文银一两能买得我一把香扇吗？去对他说，不要他的钱，要他身上的一件贵重东西。哎，我们小姐说不要你的钱，只要你身上一件贵重东西。贵重东西？小生踏青揽胜，哪来的什么贵重东西啊？哎呀，小姐，他身上哪有什么贵重东西啊？你呀，就别难为他了啊！不行，要他赔。哎呀，小姐，我腿都跑酸了，嘴也说干了，你要他赔什么？你自己去说吧。公子，这把香扇被你弄脏，
不该赔吗？哦，该赔，该赔。这赔礼不行，这赔钱又不要。那你要我赔什么呢？啊？我要这个。这只猪小出于瓶，一吹能引百鸟鸣。虽说都是长你可知道聘我女儿的规矩呀？啊，黄金一斗，稀世珍宝一件。王妈妈，不知是谁家公子啊？啊，就
就是南山财神张公子啊。哦，这是一朵黄金字句，这是夜明珠一颗，请二老过目看。哦，哟，财神爷进门了。这鸡蛋好亮哦。滚。员外，人家也有个条件呢。当面请讲，当面请讲。坐坐坐，快坐啊，快坐。员外啊，人家要五日内媳妇过门呢。好说啊，好说好说。这是一朵黄金字句，只要媳妇过门，凭据对付黄金一斗。哎，好。王妈妈，不知那张公子人品如何？夫人，听了。张家公子真不坏，身带福禄寿喜财，五福齐全。好。头上紫薇花千朵，夜来五灯放光彩，哎呦喂，放光彩。哎呀，这不是秃子吗？这是满屋珠宝嘛。珠宝连挂金珠，家玉都，雨打秋水映花开。哎呀，这分明是麻子嘛。映花开当然是银子喽。一双大眼三分笨，弯弓射箭瞄得快，哎呦喂，瞄得快。还能文能武呢。哎呀，这是斜眼呀。将脚走路步高，后脚抢着前脚抬，登高大吉大利。好。哎呀，这是瘸子。只请京城高官坐，有钱有势有后台，有后台有红酒有银中日，东光西有乐蓬莱，老夫人哎钱元外。你说这哎呀，这真是我的好女婿呀，好女婿呀。那五日内接人。五日内接人。美哉。客官这么开心，美哉。还是有什么喜事儿吧。天降彩凤，天降彩凤。哎，店嫂，你别笑我神魂颠倒，即便是食人木偶见了他，也要心惊情摇啊！天降彩凤，天降彩凤，彩凤。你说的是钱员外的女儿钱彩凤。哎，说对了，说对了。客官好眼力，钱小姐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才女呀。只是钱家选婿东挑西拣，怕不容易吧。哎，京城所至，今时为开嘛。小姐，苏公子刚分手就又想他啦。香玉，苏公子这会儿该来了吧。
看你，你看你急的。苏公子说好，住下店就进府来求亲呢。哎呀呀，美哉，壮哉！虎盘飞檐，凤落梁栋，美不胜收，美不胜收啊！来来来，请请请啊，你请请。来来来，苏公子，苏公子，这边请，这边请。哎，请。窗雕如画，梅竹松，栩栩如生，目不暇接，目不暇接呀。江南才子登门造访，我这满目满目生生财呀、啊、哦哦不对，满屋生灰、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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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个儿有个儿，要模样有模样，肚子里还满腹文墨啊！对，就像我家小姐一样，有才有貌、啊。哎呀，你还站着干什么？快上茶呀！哎哎哎，不知公子善书还是善画呢？自古书画同源。万生皆会一二。哦，是吗？太好了，公子，您就画幅画，就算是进门的见面礼。这可是我们钱家的规矩啊！啊，嗯，胡说，我们也是诗礼之家。对对对，老朽平时喜欢写诗作画，嗯嗯，消遣消遣。对对对，好，员外。如不嫌弃，万生略显薄技。哦，笔墨伺候。哎哎哎，我们这儿有最好的笔，我去拿。呀，苏公子，员外，笔就拿来。老爷、啊，老爷，这笔倒是有一支、啊。老爷，可是让虫给吃了，你看。啊？嗯。哦，这。哦，老伯，不妨，不妨。这支笔既能写字，也能作画。哦，哎，那好，那好，那好，太好了！来来来，哎，四公子这边请。四公子，你在干什么？啊、哦。晚生在思谋，这到底画什么呢？画什么？哎呀，这到底画什么呢？哎，老伯、啊，你喜欢什么？哦，我喜欢。哎，对了，我家老爷啊，他就喜欢钱。嗯，老夫。姓钱，哎，对了，姓钱啊，钱老伯，君子从来不言礼，就化对凤凰两相依。公子，请请请，请请。请，请，请！生花一冠。
小姐。公子作画用土绿，土土抹抹好喜气。凤鸟翩翩相思地，自有梧桐阴风起。画得好，好，好。老伯、啊、请指点、啊好画得好好老爷画看到了哎老爷这苏公子画的是凤，我家小姐也叫凤啊对呀哎妙这真是天缘巧合对对哎苏公子你也知道我女儿叫彩凤啊是 啊老伯晚生正是为彩凤小姐而来你是来听说令爱品貌双全晚生特来求亲苏公子你可知道聘我家女儿的规矩呀黄金一斗珠宝一件这这不就是聘礼吗就这张字画是聘礼呀、就凭这张画你想换我女儿我看你呀、比我那呆儿子还呆就是来了来了来了谁叫我呀没人叫你我是说他是呆子不对我是钱呆子我不是说你我是说他不对我是钱呆子吗我是钱呆子不是说你老伯我与小姐定下百年之好胡说我已将女儿许配给张家少爷你说什么五日之内就要成亲妹妹你就笑一笑嘛你就笑一笑嘛妹妹哥哥妹妹你不要怕到张公子家去我跟你一起去你不要哭哦不要哭
你要是不愿意去，我替你去。傻话，小姐，员外来了。老大，老贼，老贼，老大，我跟妹妹商量好了，张公子家他不去了，我去。哪个让你去的？那我不让我去，那你去啊？老子，老子，要不我们俩一起去？滚！你不听我说话，妹妹听我说话。布娃娃是妹妹给我做的，布娃娃听我说话。老爷。凤儿啊，你就骂爹爹一顿好吗？啊，女儿啊，爹爹求你来了。爹爹，不是女儿不听劝，终身大事非等闲。难道你不知儿的强援？难道你不明了张家公子势不权？难道你愿将女儿把钱还？难道你眼看女儿下深渊？女儿啊，你去绣房不见世面呐、你可知靠什么来撑这块天？有钱那个就能高官做，无钱那个就得站街沿，有钱就能骑大马，无钱便把还有钱，钱财包你不便，世人天天也真言呐，世人天天也真言，也真言。莫说为父不管钱呐、了你算盘打了好几年，多年你带过多，是我终生恨，只有你才是我心中小花园。为家事啊，那也不是心机变，为儿女早把白发根根呐，天哪，白发根根天哪！爹爹，可怜一生钻钱眼，恨不能将女儿化成金砖。儿不做你摇钱树，女儿不做你过河的船，女儿不到张家去，冤家冤妻引起杜鹃。你可读过四书五经？读过。你可知道三纲五常？知道。那为父的话你为何不听呢？爹爹，若论三纲五常，那就是爹的不是。我自古道
胸不娶，妹不嫁，等我有了嫂嫂，女儿自然会出嫁，这是人间常理，难道爹爹你忘记了？胸不娶，妹不嫁，理是这个理，哎，可是你哥哥是个呆子嘛，哪家姑娘肯嫁给他哟？哎呦，十不全都能娶到我们家小姐，我不相信呆哥哥还娶不到媳妇啊。死丫头，我告诉你啊，彩礼已经收了，只等张家花轿一到，你就得给我上轿。爹爹，小姐，你别急，我去。老爷，老爷，你不要逼太狠了吗？他还敢怎么样啊？老爷。绣房落火灾，老爷，不想活了。哎呀，小姐，哎呀，老爷你快来呀、丢了宝贝女，失了万贯财，尊一声我的老员外，岂不是王宅？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小姐，怎么办呢？小姐，想开了点。老爷，怎么办呢？小姐，你可想开点啊！你别想不开啊！小姐，儿子呆，女儿嫁，我前世做的什么孽呀？来人呐！我不想活了！哎，来人呐！哎呦，怎么了，老爷？老爷发生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小姐她怎么了？她要寻死啊！女儿，去把大门顶上。快，快把睡衣给盖上，盖上！等等，把绣房锁上！是。哎呀，我的儿啊！哎呀，我的儿啊！哎呀，我的儿啊！你怎知多情男女好烦恼？
真道，怕只怕一河断鹊桥，哦，断鹊桥。也真是，张家早有话，媳妇上了轿，黄金立刻送到，这现在就要去退黄金，那不是自讨没趣吗？嗨，王妈妈，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们家老爷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不死老子不摔盆的。嗯，昨天呢，又来一个提亲的。什么？我们家小姐呀，对他也中意。又来一个求亲的。嗯，哎，你家员外已经，嗨，幸亏这个求亲的是一个穷鬼，我们家员外啊将他轰走了。哎呦，我的妈呀，吓我一跳。哎，千玺 啊， 啊，这到手的生意可别让人搅了啊。嗨，你放心，这生意不管怎么说也有我一份啊，我怎么能让人给搅了呢？啊，千玺啊，我答应给你的好处钱一定兑现。嗯，不过你可别狮子大张口，心太大嘞。不大，不大，我们三七分。顶多二八。三七分。二八。三七。二八。三七。二八。哎呦，烦死了，烦死了。嗯。哎，这儿子不娶，女儿不嫁，这女儿不嫁，嗯，那我这个宝珠，我不去嘛。你去吗？我住不去。去吧，求求你了。我不去。你要不去，员外要骂我，还要打我。你不要哭，我去就是了，我去就是了。哦，哎，呆儿啊，过来过来过来，爹爹有话跟你说啊。哎，呆儿啊，你，哎，对对对，你看，爹爹给你一文钱，你拿着去买果子吃啊。嗯，爹爹跟你说话，你怎么一言不发啊？我一说话你就让我滚，我一滚你和谁说话？哎，鸡蛋。哎呦哎呦，这不是鸡蛋，这是宝贝。我就要宝贝。哎呀，他可是爹爹的命根子。我就要命根子。横竖我的命都在你手里了。戴儿，戴儿，你坐下，坐下啊。宝珠你小心拿好，看一会儿就还给爹爹啊。这个鸡蛋好亮啊。呆儿啊，爹爹有件大事跟你说。你说你说。爹爹花钱给你讨个老婆好不好啊？讨老婆干什么？哎，来来来，哎，走走走，就是啊，白天给你做饭。做饭不是有丫鬟吗？晚上啊，给你捂脚。我脚底筋怕痒。哎，就是啊，和你睡觉。哎，不行，他要是半夜起来动我东西吃怎么办？老子都舍得花钱给你讨老婆，你还怕他偷你东西吃？不行。哪个男人不讨老婆呢？你彩凤妹妹一出嫁，眼看着你爹和你妈都老了，将来谁来照顾你呀？我的呆儿子，我们钱家的血脉
还得靠你来续呀，你得讨老婆呀。老三，别哭了，别哭了，我讨老婆就是了。我老婆，你听爹爹的话啊，乖儿子。不过他来了，不能和我住在一起。那跟谁住一起啊？啊，和你住在一起。你滚，给老子滚，滚就滚。等等等等，把宝珠还给我，还给我！不给，你给我，就是不给我！你，我打死你！我就是不给！我看你往哪跑！我就是不给你！还给我！就不给！就不给！把宝珠还给我！把宝珠还给我！哎呦哎呦哎呦！宝珠不能吞哦，宝珠！哎呦啊！我的宝珠啊，这个鸡蛋没味道。哎呦我的命啊，哎呦哎呦我的命啊，我的宝珠啊。恨不能化成狂风把
苍天遥望红佛塔，又听得凄凉笑声轻轻吹。公子，事再急也不能伤坏了身子，快进殿歇歇吧。哎，看把你急得这样。来，公子，你坐下，我去给你弄点吃的。文龙，我忧心如焚，心如石堵，我什么也吃不下。去，你去，快！老爷，这黄金可兑回来了。你快去说说呀。张家还是那句老话，只要新娘上轿，黄金即刻兑现。你们张嘴不会说呀，黄金不对，亲事拉倒。老爷，亲事拉倒，那宝珠要退还给张家的呀。是啊，宝珠没了。啊，什么什么？宝珠让那呆子小畜生给吃了。员外，这宝珠可是你亲手收下的聘礼，那可是无价之宝啊。这婚事成了则罢，要是到时候小姐不肯上轿，你就是拿出万顷良田也赔不起，说不定还要吃官司坐牢。你别忘了，张家在京城有当官的亲戚。王妈妈，王妈妈，王妈妈，哎呀，王妈妈，你听我说呀，我女儿她愿意出嫁。我女儿说，只要她的呆哥哥娶上媳妇儿，她就愿意嫁到张家。还是不愿意出嫁。哎呀，少爷是个呆子，哪能娶到老婆？王妈妈，你是救命活菩萨，你就给呆儿求亲做媒，你就发发善心吧。好了好了，说说有什么条件。哎呀，呆儿子娶老婆，不计富贵家贫，不讲生辰八字，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个女的就行了。行，拿来。什么？酬金啊？钱。娶这样的媳妇儿还要钱？王妈妈，你心太狠了。小姐，不好了，小姐。小姐，不好了！小姐，小姐，不好了！小姐，少爷，少爷将张家的聘礼夜明珠给吞到肚子里去了。一波未平一波深，哥哥无价宝珠疼，我
有什么用啊？你赶快想个办法，小姐，快想办法！办法？这绣房上锁，二门上拴，大门口又有人值守，我是怎么出得去呢？那只有等到张家花轿来抬人了。不，苏公子是个重情义的人，他一定会来救我的。哎呀儿子你忍着点啊，忍着点。哎呦儿子，你忍着点，我去找你爹爹商量商量，你忍着点啊。哎，我都急得像小猫抓心一样，你倒好像瘟神不散一个，你倒是想想办法呀啊。你，哎呀，哎呦陈福，哎呦，你说你想儿子怎么办，咱俩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哎呦哎呦儿子，老爷，哎呦，是得想个办法把宝珠给弄出来，就怕时间一长宝珠化在少爷肚子里，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呀。哎呦我的小命哟，老爷，我们何不出一个告示，重金悬赏，说不定呢有人有办法把宝珠从少爷肚子里拿出来。这不又要花钱吗？哎呀，奇事奇事啊，千家荒唐哎，喜事多哎哟，喜事微臣意外获，儿子肯抱住啊，心黑转了我，重金悬赏相依，总算有眼，苍天总算有眼呐、啊！哎，胡大嫂，咱们想个办法，今天晚上把轿主。好主意。戴儿啊，再吃个鸡蛋吧啊！我吃不下了。戴儿，再吃一个吧啊！快点！我不想吃了，再吃一个。少爷，少爷。少爷会把那个鸡蛋给顶出来。儿子你再吃一个啊，再吃一个，爹爹求你了，求你了，不能再吃了，大儿的肚子倒撑破了，不吃宝珠怎么出来呀？不能再吃了，不吃怎么出来，怎么出来？不是不要宝珠鸡蛋，那再吃一个，就是不能再吃一个。老爷，我说再吃一个，再吃一个鸡蛋了。老爷，门外来了一位名医啊，来了名医，叫什么名字？莫不清。莫不清不能问呐。问了就是莫不清。既然问了还莫不清，哎呦我的老爷，你让我急死了。不是我莫不清，是那位先生姓莫，名不清。莫不清。太巧了。快请莫先生进来。有请莫先生，有请莫先生，有请莫先生。
茱萸就得下水，白鸟就得上树。哎，我们不商量好了吗？来，快进去。莫先生，有请。老爷，老爷，老爷，他来了。哦，哎呀，员外。先生高姓大名？在下姓莫，名不清。莫不清。好，平步青云。莫先生，祖上也一定是名医了。请。来来来，莫先生，请坐。请坐。我飞起黄钟母。不是一字通，皇帝内进常读诵，文王八卦吉星雄。哎呀，好啊！这位先生还是一个万事通啊。对，请先生查看下药，把宝珠取出来。对，请。拜托了。请。请。请。小姐。可看清楚了，是他吗？我看有点像。像得很。不会吧？哎呦，不才。告辞了，告辞。先生，你还没有开药方呢，怎么就走呢？先生，我儿的病还有救吗？这宝珠，我有话想讲，可是不知该讲不该讲。讲，先生，你讲吧，快讲啊。我看贵府邪气上扬，正气难以平抑。那宝珠吸天地之气，日月之精，难以镇家户宅，故宝珠躲进少爷的府内，若要取出宝珠，非药物所能及。请先生想方化解，老朽感激不尽。是啊。依不才看，贵府东北方有怨气上冲。哎，老爷，这莫先生真有两下子。他说东北方有怨气上冲，指的不就是小姐吗？对呀。莫先生，不瞒你说，那东北方是小女的绣房。女儿不与婚事，他就把女儿锁在房子里。我那女儿寻死觅活的，他说哥哥不娶，他一辈子不嫁。我儿
把他锁进了房里。哦，哎呀，老员外，这么大的事，怎么能不告诉我呢？我……难怪，难怪，看来令爱绝非等闲之辈呀。请先生指教，老朽一定照办，一定照办。嗯，请小姐前来一见，我当面开导于他，让他心平气静，你宅上也就通泰了。治病先治本，那宝珠只需一副药便可取出了。好好好，快快去请小姐，快点。不，恐怕要你们二老亲自去。哦，好好 好, 好，我去我去，我们去我们去。女儿啊，女儿，爹爹请了一位术士为你哥哥取珠，他说要想见见你。什么术士？我不见。女儿啊，爹爹不该把你锁进房里，这是爹爹的错。女儿啊，还望你去一趟。不去，就不去。哎呀，女儿，女儿啊，为了全家，你就去一会儿吧，啊，去吧。脉象不明，脾虚过甚，不宜大喜大悲，不宜婚姻呐。你说什么？不宜结婚？我就不想结婚，我就不想结婚。莫先生，莫先生，小女来了。哎呀，来来来，莫先生，莫先生，小女来了。小姐，请坐，让我看看。来来来，女儿，女儿坐坐。来来，坐下坐下。每逢所期不长，目光之面目光。风雨摧害他，怨气满天晴，雨雾锁上藏，锁上藏，人皆言相逼，抱住腹内藏，小姐。请莫先生开个药方。
让我写来。月夜取路，园中有方，龙胆作饮，凤翅捣浆，其为解药，飞珠出枪。给我看看，给我看看，来来来，给我看看。园中有方，铜钱。龙胆作饮，蛇胆。凤翅捣浆，鸡翅。月夜取露，露水。园中有方，铜钱。龙胆作饮，蛇胆。凤翅捣浆，鸡翅。哎，小姐，小姐，昨天苏公子开出药方，员外一把抓过，我吓得冷汗直冒。苏公子啊，一一说明，老爷没开眼笑的。理着胡子说，这药啊，便宜，便宜啊。苏公子这个药方还另有一意。月、圆、龙凤齐飞。哦，这是月圆之夜，公子约小姐远走高飞呢。太好了，今天十三，明天十四，后天。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可是这看管甚严，你如何出得去呢？公子既已约定，他一定会接我逃出家门。妈妈，你怎么累成这样？来来来，哎呀，来，快进店歇歇，喝杯茶。好好好好好，哎，来。钱员外要给他的呆儿子讨媳妇儿，还说要就要，还两千办到。哟，哎，这个媒呀，他不好做吧？哎呀，你想想看，哪家姑娘愿眼睁睁嫁给呆子呀？是啊，我跑了半天也没头绪。我刚听说
山南有家人的女儿，人有点吃，这痴子配呆子准能说成。嗯，哎，喝茶喝茶。好，王妈妈，我看你就不用跑了。嗯，我给你说个人，保你满意。哎呀，那太好了。哎呦，你可真是帮大忙喽。哎呦，事成之后啊，绝亏不了你。哎，哎，是哪家姑娘？啊，是我娘家表哥的姨娘家的内侄女。哎，可怜她父母双亡，孤零零一个人，要是能够嫁到钱员外家，那可真是她的福气呀。哎，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嘛。哎呦，哎呦，太好了。哎哎，我们这就去看看好不好？哎，王妈妈，你先回去，我托人带信儿让姑娘马上过来，再过两个时辰呢，你到我这儿来看人。哎呦，那太好了，我就过两个时辰再来啊。哎， 哎， 哎，这信一定要带到啊。哎，王妈妈你放心吧。哎呀，哎哎，苏公子，你这是到哪去呀？你马上就要和钱员外家攀上亲戚了，我还住在这里干什么？哎，苏公子，哎，坐坐坐，别忙嘛。哎，苏公子啊，你不是也想做钱员外的女婿吗？彩凤她为君魂费尽心机，胸不屈，美不佳，患病至今。晚一世，千代他将起来迎娶，岂不让彩凤苏公子啊，原来你是在生我的气呀。啊，哎，你可知道我说的那个姑娘是谁呀？不就是你那个什么远房亲戚吗？嗨，我哪有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呀。啊，那这个姑娘是这个姑娘就是你。我啊，我看你眉清目秀，唇红齿白的，要是扮成姑娘还可真像呢。哎，我为什么要扮成一个姑娘呢？哎，刚才我把钱家的亲事揽下来，是怕媒婆万一找到了人，那可不就误了你苏公子的大事儿了吗？再说啊，公子不正为了钱小姐是否能顺利出家门犯愁吗？公子如果扮作女人进钱府，趁婚礼人多混乱之时接应小姐一同逃出。哎呦呦，这下你可聪明着呢。秋秋苍天真严谨，多见福薄自晓明。
环抱中遭到受，二望风儿莫看昏，三望媳妇去回家，四四如意西临门，西临门。那哎呀，带儿子，带儿子，儿子，宝珠饿下来没有啊？不是宝珠，是鸡蛋。这，哦，对，是鸡蛋，鸡蛋饿下来没有啊？我也不是母鸡，怎么下蛋？这个带儿子，我打死你！儿子，我的肚子，你可忍住啊！这个宝珠，鸡蛋要出来了，鸡蛋要出来了，我疼啊！哎呦，老天保佑啊，保佑我的鸡蛋！你。宝珠回来了，老天保佑啊，宝珠回来了，老天保佑，宝珠回来喽。保佑我，保佑我。宝珠回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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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珠回来了。宛若金龙时分，我的小命啊！哎呀，老爷啊，老爷，嗯，那莫不清先生，可是小人请来的呀。我知道，我知道。到年底给你加十个铜钱。老爷，启禀老爷，王妈妈领一年轻女子在厅堂等候。哎呀。这真是一顺百顺啊，这人一走运呐，连门板都挡不住了。对，走去看看，去看看。他家，你就享完的福。员外，妈妈，你要的儿媳妇，我给你领来了，请员外过目，看看，看看。哎呀，
中意不中意啊？说话呀！我说员外，嘴怎么像朱大石啊？漂亮，真漂亮，实在漂亮，比漂亮还漂亮。王妈妈，这么漂亮的姑娘，你是从哪儿找来的啊？这个嘛，就靠我的功夫了。不对呀。是不对呀。你知道不对？当然了，人家姑娘刚进门，你那两只眼睛就像钩子似的盯住不放，你说对不对呀？我是说她的脚不对呀。这姑娘哪有那么大的脚呢？穷人家的姑娘，每天上山砍柴，下地干活，肩挑一百八，这脚哪能不大呢？哦，这说的有道理啊。这姑娘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我好像也在哪儿见过。总觉得似曾相识。啊，员外呀，似曾相识就对了。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嘛。这叫前身有缘呐。有缘啊？有缘。哎，姑娘，你姓甚名谁？家住何方啊？蛮远的嘛，你家里还有何人呢？父母双亡叹，姑姑啊，心影相吊，伶仃人，伶仃人。哎呦，你独自一人，何以为生呢？真的愿意嫁给我儿子？倘若跳进你罗里呀，愿与公子守终身，守终身。对对对，这就好，这就好啊！老爷，是不是？让这位姑娘，哦不，少奶奶，与我家小姐住在一起呀、啊，他们也好做个伴儿啊。不，湘云，你去送少奶奶到后厅西厢房住下啊。是，少奶奶，我们走吧。那我也找老夫人讨个赏钱去。哎呀，老爷，你怎么吩咐少奶奶一个人睡西厢房？有小姐作伴不是？哎呀，你懂什么？如果小姐知道了她有嫂嫂，就会想别的办法来抗婚。不如等明日呆儿拜过花堂，再去告诉她。叫他猝不及防，只好出嫁。哎呀，老爷高见。你去告诉媒婆，让张家明日半夜起轿，
这边呆儿进洞房，那边裁缝上花轿。哎呀呀呀，老爷，这可是双喜临门。嗯，这叫儿娶女嫁一锅汤，省钱又排场。我听见员外劝少爷成亲，少爷死活不答应，还说要拜堂就叫员外去拜。少爷拜堂成亲，那小姐再无法抗婚拒嫁了。哥哥拜堂在前，张家花轿在后，我何不乘宾客迎门之际逃出家门？咦，这个主意好，只是众目睽睽，你怎么逃出去呀？除非小姐装扮成男的混出府去呗。女扮男装。
月痕姑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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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了吗？啊，睡着了。我怎么有点放心不下呢？我也放心不下呀。他不会是骗子吧？哎呀，怎么会呢？他孤身一人，别无亲人，一没要聘礼，二没有陪嫁，能骗什么呀？啊？那，这么漂亮的姑娘，愿意嫁给我儿？要是知道我儿有些呆，该不会反悔吧？反悔？这下你放心了吧？走，睡觉，睡觉，睡觉。你怎么这样打扮你？啊，你想改扮逃走不成吗？啊，湘月，这一定是你的主意。哼，员外，你说我们逃走，家中大门上锁，二门上栓，里里外外都有人把守，难道我们插翅飞走不成啊？那为何女扮男装呢？那是，那爹爹，你可真冤枉女儿。女儿听说爹爹给哥哥找了个媳妇，今晚成婚，可哥哥说他死也不肯拜堂。不拜，不拜也得拜。
而怕闹出笑话被人耻笑，故而扮成哥哥的模样，先替哥哥拜堂成亲，好，然后改装出嫁。小姐刚穿上少爷的衣服啊，员外啊，你就来了，不闻青红皂白，劈头盖脸的责骂，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我错怪你们了。哎呀，这是我为你准备的嫁衣，女儿啊，我们钱家今天晚上是双喜临门呐。老爷，这里一切有我，你忙啊。哎呀，双喜临门。哎，双喜临门。员外，走好。怎么办？怎么办呢？哎呦，小姐，亏你急中生智，你摸摸我手心，连汗都吓出来了。虽然没被爹识破，可的拜堂成亲之事怎么办呢？小姐，事已至此，只好走一步是一步了。少爷就把小姐从洞房里唤出来，商家的花轿马上就到了，看这是闹的，快点找少爷。等等我，奶儿呗，奶儿呗，你奶儿，哎呀，快到那边去找，奶儿呗。少爷，呆儿子，呆儿，呆儿，呆儿，少爷，呆儿，少爷，少爷，少爷，thank you.
好过悬殊难了日，朝看夕子排沉霜，迷人更是恼人。方身难脱，如今我失计难寻，无计是小姐呀，你可知红绡地下是苏文龙父郎啊，可知我已快放弃年轻思。小姐已入洞房，员外啊，还等着嫁女儿呢。来儿子。
老爷，可找到少爷了？少爷，少爷 他找到了。哦，他进了洞房。哦，太好了。我去看看，我去看看。哎，老爷，你是做公公的人了，儿子洞房花烛夜，老公公怎么能进儿媳妇的新房呢？哎呦，老糊涂了。哎，嗯，你家小姐呢？小姐，小姐，小姐，她到绣房梳妆打扮去了。哦，你去催她一下，过一会儿啊，张家的花轿就要到了。哎哎，老爷你慢走慢走啊。哎呦，壮新娘子真好玩。你怎么把新娘的衣服给穿上了？我妹妹的衣服我为什么不能穿？哎呦，能穿能穿哦。你看我漂不漂亮？漂亮漂亮漂亮，赶快脱下来啊。为什么？张家的花轿到了。哎呀，张家的花轿到了。真好玩。哎，戴哥哥，咱们来当新娘子好不好？当新娘子好玩。哎，咱们来当新娘子好不好？好的，好好。张家有好多好多好吃的鸡蛋，我要吃鸡蛋。好好好，吃鸡蛋，吃鸡蛋，吃鸡蛋啊！快快来，快来，花轿到了。香玉啊，快快快，伺候小姐上轿，快！哎，小姐上轿喽！老爷，老爷，大事不好了！什么事儿？老爷，慌了慌张的。哎呀，张副总管在门外大骂，说昨晚招去的不是小姐。哎呀，那不是小姐是谁呀？哎呀，是少爷。是少爷。胡说，这怎么可能呢？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脚！哎呦，我的钱呐！我的钱！哎呦，老爷，老爷，快起来！老爷，快起来！老爷，快！哎呀，人呢？哎呀，苏文龙，苏文龙远走高飞。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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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戴儿，这怎么回事啊？戴儿啊！哎呀，是怎么戴儿？哎呦，戴儿！哎呦，戴儿，别哭！这是自作自受，自活该。去！喜事不成，反成灾。又丢女儿，又丢人啊！老子更比儿子呆。